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没事去我刘江涛大侄子那儿吧，去咱们大侄子刘江涛那里去啊，给他送过去两个母狗，这个树挪死人挪活，母狗挪挪窝，看看能不能生几窝。好，我们走，看看冯建旭，13岁了，你看他把草缠脚上，待会儿他自己就啃下了。哎，状态还不错，这样看起来状态还行。今年夏天应该是没啥问题，看来后驱就不行，跟人一样衰老，先从腿开始。特步垂垂老矣，你看毛质特别干，而且换毛不容易，这是狗老了它都这样。看这都是才生的小牛，你看它有点怕人，哈哈。看他现在这么这些牛，看我大侄子多勤快，看我大侄子多勤快，看那个快要生了的，这个，去来，这个可能带着双胞胎，可能是，小牛没啥好看的，是吧？好完了，看这上次那个小母马，这次这么大了，你看毛真短。这个，他爹是个阿拉伯，他妈反正是好几种什么的。这个芊芊，刘江涛他儿子闺女芊芊跟这个马互动，这马不怕人，行吗？看扎小辫儿，几个月了？四个月吧。哦，1岁多了耶。跑来。做婆婆嘛，哎我操！这个什么时候吃它？还得一年，2岁以后的。来，过来。好了。才买的这个马干拐不？干拐，有点瘦，他才买的。你看，这应该也是个善马，应该是个善马。看那个，看他又生的一个小马，也是用这个母马，用阿拉伯配的这小公马。你看他这个小马有点怕人，我动。你看，这大马还出动静。看这是上一次来骑的这个，这是个蒙古马，这个情况过来。这蒙古马你看啊，它这个脑袋它比那个大很多，可能是因为它耐粗丝的原因，而且它这个鬃毛要长。这马情况来，哎呀，过来吗？来，这马真听话，这善马。哟。他脑袋，我怎么感觉他这个蒙古马的这个脑袋这么大，鬃毛也长，也温顺，这才是最适合中国人的马，是吧？来，过来，他把这里平起来了，然后铺上广场砖，下一次来就好看了。这里，今年环保查的特别严，这是挖的化粪池，这好像是他挖的大，比标准的化粪池还多了8个立方。这是他新搭的牛棚，过几天就把牛都全挪到这儿来了。我非常佩服刘江涛，他是真他妈的能干，我要有他一半能干，哎呀我就好了，也好了。看这几个小牛在晒太阳，这就是应该是最幸福的时候。这牛还他都能从里边出来，然后吃饱了奶，没事就出来玩，有点怕人。Hello。
狼牙，最近刘江涛搞建设，肯定沙井虾没怎么放出来。好了，昆明犬在咬合力强，你看，他给他用了个平底锅，当饭盆，然后这平底锅的两个耳朵也都被他咬去了。狼牙，过来，来，来，狗有点害怕我这狗。我这么温柔善良，你怕什么？去吃饭了啊，吃完饭就走了。特步，下一次再来看你啊。哎，特步，下次再来看你啊。好，狗子。